用怀疑，我的确是在搞蓝色，证据都在小电视里了。本期节目所有的演示都使用了插痛 Pro 进行录音，软件使用了百威出品的 Reverb 4。用软件录音有个好处，那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听湿录干的过程。你们把软件打开，听到就是湿音。但如果我把软件关闭了，我们可以听到的其实录制下来的音轨是没有任何处理过的吉他 DI 干轨哦。这样录音有什么好处呢？那就是你可以在后期随时随地对音色进行修改啊。同时，这也方便我这样展示给大家我制作音色的过程。怎么样，跟着 Michael 教学音色调节，是不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过程啊？如果觉得很棒，那就记得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反正又不用花钱。首先我先来分析一下前奏的音色，我并没有刻意去模仿这个音色，我只是想要去模仿这个空灵的效果。以下的演示呢，我是给大家做一个抛砖引玉而已，大家也可以根据我提供的方法在别的效果器上做一下尝试的。这是我用 ZCN900 模拟做的一个轻音，这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 Marshall 轻音，我把 sensitive 和 volume 打得最小，就可以获得比较干净的音色了。然后为了让音色听起来没那么有气无力，我加了个压缩。加了个压缩后，音色就顿时精神了很多。你们看我这个压缩值还是开得比较大的。同时我还加了个过载单块，让音色稍微破一点。湿灯度并没有开太大，音量开得大一点点，稍微激励一下音箱。其实这两个块吧，可有可无，看个人需要加或不加都行。但关键的还是接下来的三个效果：相位、延时和混响。相位可以让声音一下子就跳出来，并且给音色增加一点诡异感哦。这个相位模拟的是经典的 MXR Phase 90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混响效果该怎么调。既然要模拟空鼓的效果，那最好的就是选那种大混响啊。你们听，我打开混响后，空灵的氛围马上就出来了。其实呢，也不用追求是什么大混响了，只要是大混响就可以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一个就可以了。然后把 wet 要调得相对大一点。由于等下我还要加延时效果，所以呢，我先把混响关小一些。现在呢，我打开延时效果。哎，你们听，那一种余音绕梁的效果也出来了。延时的音色呢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，但有两个参数是要注意一下的，一个就是 feedback， 它控制的是反复的次数。如果开得太大，会让延时听起来很机械，并且会破坏氛围哦。现在我故意把它开大点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讲讲延时时间的设置。常用的延时时间为歌曲速度的四分音符，这个值呢可以通过公式60000除以 BPM 获得。比如这个曲子的 BPM 是72，那计算结果就是83.4333。我们只需要设置到接近这个时值，就可以跟音乐融合在一起了。一般来说，你可以直接输入这个时值，但这个软件在这里有点 bug， 我设置不了。只要我一输入，就会变得1000了。这个时候，你们听，延时开始与音乐脱节，显得非常的凌乱啊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手动的 tap 出这个速度，也可以自己拧一拧。我们听到随着时值越来越接近833，延迟的声音也越来越能融入到音乐里了。最后呢，我好不容易拧到833了，这样听起来就安逸了。如果你想要别的 BPM 的延时参数，建议大家可以上这个网址看一下，上面有傻瓜式的对照表，省去你计算的麻烦了。进入到 solo 后，我们可以听到哪怕 wet 开得再大，都可以与音乐融合在一起。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 solo 音色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讲讲这个 solo 音色是如何制作的。这次的 solo 试灯音色，我就比较往原版的方向去努力了。目前播放的是原曲，大家先听听，并对这个音色呢有个心中有数。这个音色呢，原版据说是使用 Bass GT100 接到 ZCN900 的 Return 录制的。对不起，我没有 ZCN900， 我只有这个软件。我先从音箱模拟上去着手啊。使用一个标准的 Marshall 音箱模拟是最佳的选择。Reverb 正好呢，就有一个 ZCN900 的模拟，并且听起来很对路。注意一下，这个音箱的增益实际上是用 Volume 来控制的，而且。看到吗？我打到一半规点的位置，音箱上的 EQ 呢也设置的比较正常。
并不像模仿那些远古的乐队那样需要调整的那么极端哦。这里的箱体模拟部分，这个呢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音色的，包括话筒的改变呢也会极大的影响音色。有些朋友就会困惑了，这么多的音色变量怎么顶得住啊？其实这就是一个用耳朵去寻找声音的过程了，找到一个你觉得接近的声音就好了。你使用的原始音箱音色呢越接近原版，那么在其他部分你所需要做的调整就会越少呢。失真音色主要是从 ZCN900 的音箱模拟上获得的，所以啊，单块的使用更多的是点睛的激励而已。最左边这个呢是降噪，由于它的音色没有直接影响，我这里就不多说了。这个是压缩，这个是 Marshall 的 Garen 的失真单块模拟。别看呢它是一个失真，但作为推子使用也是贼好用的。其实你可以听到，我这一开一关对音色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的，只是 EQ 失真度上的一点点细微变化而已了。但其实这一点点的变化对演奏者的体验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它可以让声音更饱满一些，手感呢也更舒服。压缩单块我这里其实也是设置的非常的温和，也就那么一丢丢的激励。不过呢，这一丢丢的激励同样也是为了提升音色的饱和度和演奏的手感的呢。由于啊前面的调节中我已经获得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失真音色啊，所以在后置效果模块部分呢，我没有像平时那样再加一个 EQ 模块去修音色了。我的周边使用的润色效果呢，全部来自于这个岩石加混响的模块。不过它的混响没有太多可调节的选项，就选好混响采样调节一下干湿比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右边呢，这里是对岩石混响的整体的 EQ 的调整。如果不是很有必要的话，一般我就不会动它的了。但这个 wet 是很重要的哦，它调整的是岩石混响的湿度，这个部分是它岩石的控制区域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调整岩石的明显程度。feedback 是岩石的反复次数，太多了就容易出现回馈哦，然后太少的话就会不太明显，所以这个度呢要把握好。岩石的时值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，调整到833左右即可了。其他的参数不是主要的，可调可不调，混在伴奏里呢其实也不怎么听得到这些变化的。当然了，一切以你的喜好为准即可。这是什么鬼声音？这应该是产生某种回馈了。把这个 diffusion 呢调低一点，这个缓声就没了。其实吧，这么多的参数，我也不是每个都懂啊。但是呢，我就会自己呢一个一个参数的去试、去观察，用耳朵去判断它的功能。比如说吧，这个 diffusion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我至今还是一头雾水啊。不过我会把音轨 solo 来单独观察音色的变化，来大致了解一下它的效果。你们听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大变，是不是？就是感觉尾音越来越多了一点点。如果只是为了增加尾音的次数，我觉得用 feedback 来调就会更明显啦。但是，当我把 diffusion 在逆向的进一步调整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。那就是尾音在反复的过程中，低频是逐步减少的，高频是逐步增加的，这就有点像磁带岩石的工作原理了。所以吧，我估计这个 diffusion 呢就是用来模拟磁带岩石的音色的吧。好了好了，其实说这个呢和本期的主题也没有太大关系的了。我只是为了告诉大家，如果遇到一些不懂的参数，不如静下心来拧一拧，用耳朵去学习他们的用法就好了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 Michael 的骚音色哦，讨厌我的话不如就订阅我的频道好了。